隐藏啊？好吧，邪神洛基，武器心灵权杖。我记得电影里面就是靠着这个蛊惑人心，迷惑对手的。实际本体的战斗力接近于零，和义兄站在一起吧。今天正好给你个赎罪的机会，消灭灭霸，绿巨人，无敌浩克。我勒个去呀、啊！这发达的肌肉太唬人了，连青筋的纹理都单独描出来了，手腕上也有。重拳出击，倒数第二盒，只剩下小辣椒和马克八五了。隐藏快出来，普通款的钢铁侠。那这盒不用说了，肯定就是蓝色的马克四九了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不愧是我最喜欢的战衣。黄金涂装色看着确实有档次，面具也没有之前那么狰狞，救援装甲就要低调许多，但机体同样也是纳米材料制成的。等会儿，原来身高尺寸也矮上了一截，每个角色都根据特点做出了差异化，设计师确实用心了。复仇者联盟集结，团团围住灭霸。因为这么多，怎么样，这下怕了吧？好像还差一个人，小蜘蛛还没登场呢。好家伙，说明书这么大张，背面是玩法介绍，不只是吐司，还有吸盘呢，赶紧拼出来瞧瞧。这大颗的组件拼出来太顺手了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忙的积木人，大脑袋大脚，手势造型还很别致嘛。吸盘按在背部就能轻松吸附在我的玩具墙上了。安装蜘蛛丝攻击灭霸，不行啊，这家伙身躯太大，完全包不住。对了，联合其他两位伙伴就可以合力抓捕了。来自平行世界的蜘蛛女侠格温·迈尔斯，女巫帽太可爱了，合体蛛丝漂亮，拿剑挡脸也没用，反派灭霸被捆得严严实实的。兄弟们，就是现在，全都一起上！还有我们压轴登场的蜘蛛侠马克巴，面具下面这一次终于是有刻画的，只是这眼神不知道在瞅啥。手持双特效，而且也是可以模拟动力推进，关键的是终于是装脚上的了。启动升空，抵达战场，尽情的围殴灭霸吧！太开心了。电影里灭了你一次，我的玩具桌又灭了你一次。对了，为了迎接新朋友，特地买回来的透明收纳架，全都放上去，先给他解除封印吧，反正也是手下败将。这么看着，复仇者联盟就更有气势了，蜘蛛侠们当然得上墙了。收纳有了，那光效自然少不了，特地又买回来配套的磁吸灯，暖色灯打上，逼格拉满。哎，不对呀，不说是配套的吗？为什么长出来一截？完了，这也能被坑。